上擂台。我外口是有人哦，我无骗你哦。我 OK， 真正我外口有人哦，慢条白目。可是这个来来来，可是这个人我不认识啊。好好，可是这个人我不认识啊。他别跟你讲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无你拜托，我们拜托你来来来。哦，我跟他偷这条，真正歹做。你讲，你和你讲，我听好，你讲，我听好，你讲，来，你们俩去处理一下。你别跟他偷这几条小。好，你有话好我讲，好不好？店家，你有话好我讲，好不好？讲这事啊，你去讲交警。我交警。嗯。四月十五，顶年四月十五，叫一个老爸。搁顶年的十一月时阵，这拢你转去哪？你写名的，还我一条两百。后周的时阵，搁还我一条两百，这都搁欠我两百。两百的时阵，你甲我讲，你行船转来的时阵要还我，一手要还我。结果呢？什么？你这样子，我你是啥人？少年呢？大侠较好。我你借走。好，你好，好，来来，我先帮你。到时候我先帮你。你到底有欠人钱？我先跟你讲。你到底有还掉吗？啊，你到底欠人偌济钱？你老实跟我讲哦。我都未晓跋筊，未晓跋筊，我嘛捌跋筊。你看着鬼呢？你看着鬼？你老实。我看你开始鬼啦。你老实讲，你到底有欠人钱？你今仔日也不敢笑。你到底有欠人钱无？欠人钱无？你跟我讲嘛。你听。看来要处理就对，我唔跟你硬，我再处理。你家摕一个这尔，对不对？甲偷笑。我问你嘛，姓什么名嘛？你到底欠人偌济钱？姓什么名嘛？打死他！外名。先等你，我来处理。打死他！外名，外名。我姓林啦，你为什么这样讲？你为什么杀我老公？我姓林，杀死我老公！他杀死我老公，你逼死我老公！来来，别说，你们为什么要杀我老公？只要拿走他，我老公，你不要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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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机关抗下的时阵，阿屁点子，你待会我怎对你安怎？莫名其妙来了那么多奇怪的人，奇怪的人，好，这两个都是谁啊？好了，他又是谁啊？这个又是谁？这个万八里啦，好，不紧，万八里啦，啊，你代志处理错未？阿袂啦，钱摕来就算啦。你管你，我那个袂晓管，管你什么啊？但你讲无你的代志啦，我做心疼，你看，一来两个，两个两个啦，无咩啦。等一下啦，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我们先。都在讲嘛，好不好？你先安静一下，我们主持会处理嘛。您别你俩讲啊，我去处理处理啥？安静一下。可是我们在录。啊，不，你出门，你两百万嘛？既然你敢等你来签名了，好吧？笑啦，什么笑？你想干？你别跟你笑，我不骗你。好啦，你先再见，先再见。你别解啥啦？你贵姓？啊，我姓邓啦。邓先生，无你拜托一下，有那暂时容易啊？你身边啊？啊，你看人在处理啊？我无可能看人面在处理啊！无你报警告伊，看人面卖走，我未催你。哎呀，走也是我催你。他跑得好啦，你都没走，你都走一朵。我不要，我有下面炸。你这没炸，我不会，我不看，只要下面炸。你敢答应干吗？不，不关我的事。我不看，只要有下面炸。你卖别班了。我不变了。好，你就安静啊，你在旁边听，我们主持人帮你问，可以吧？你有没有欠人家钱？你平常是干嘛的？好，你别好啊，你问。他还要蹦出来一个女生呢，来，我们让主持人帮你处理吧。来，张志伟，你们欠有没有欠我们这个？你直接拍挂面徛边啊，无？一起讲，你知袂？哎，你拍，哎，我为啥徛你边啊？你就卖你阿人嘛，你卖你阿人嘛。你徛我边啊，我啊，我为了好，我徛你两个中啊，安尼好不？知无？来，卖叫我徛边啊，还可以这样录。你无袂惊，你是咧惊啥？对啊，以前喏，我叫我欠你钱。嗯，顶年啊，顶年拢总即马欠你偌济？即干嘛两百？两百万，以前你也报叫，欠你两百万。对，有还够行，抢救欠你两百万。有没有去那边赌博账？来。你有没有去？我，你有没有去？只告诉我有没有去。我根本不可能去，我不会赌博，所以根本不可能去。OK， 林堂给保掉没？哎，保掉。陈继明有没有赌博？对，有你了。没有。怪怪吼，拍谁吼？嗯，那些是因为以前嘛，本来你领先的张成伟，伊讲以前嘛不是张成伟。所以以前嘛，最近哪位？对，我讲你去考哪就是啊。所以，我以前嘛跟你讲款，未了解这情形，好不好？无你就到恁教阮听一下，听了后啊，看安怎处理再处理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头一点钟的代志啊，一点钟哦，好不好？你会使徛在边啊看，无紧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是啊，好不好？拍死。好啦，无安尼啦。好啦，无安尼，我踮外口，其他我会使坐吧。你请坐，我会使坐嘛吼。你请坐，卖啉酒对啊，顾顾着尽量啉，无紧。啊，食槟榔嘛会使嘛。食槟榔。
罚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哦。你别点么把整下，你整什么下？你反正罚几年，你干么给？你别点只蛋，我无骗你，真正你别点只蛋。你个哇，你卖你阿人啦，你不要咩真正白目，你阿卡好哩。好，所以他赌啊，迄个又说是赌博的，欠两百万，他也不承认，他不是张成伟。嗯，我是陈敬明，下面迄个是另外一人，跟我扛街那也无关的。可是刚刚怎么中间来一个女生来？啊、你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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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敬明，你是陈敬明外面的女朋友，那你现在是看到鬼了？你有看到陈敬明来吗？我如果有的话，知道他今天在这边，所以我才来这边的。听不懂，听不懂他是陈敬明吗？他是我男朋友，他还是敬明的。你不要乱讲话哦，他是我老公张成伟哦。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他是你老公，所以你才袒护他。我是这样子的人吗？他明明就是我老公，不认识你。我老公外面怎么会有女人？拜托，要不是你，他会到外面来找我吗？你讲什么话？爱慕虚荣啊你！我爱慕虚荣，不是、啊？你讲什么话？好像到你就外面、啊，你是狐狸精，你才是哎、欸、你！你知道你老公外面有女朋友有女生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所以小姐你贵姓？我是林。林小姐，所以你是陈敬明的女朋友，你跟他在一起多久了？跟他在一起已经两年了。怎么可能？两年了，你知不知道陈敬明已经罹难了？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就是他害死他了。你不要乱讲话。把证明还给我，他是你。不要这样，放尊重一点，他是我老公哎。你老公怎么样？那我老公哎，你怎么还给我啊？是啊，你老公是你老公，你回家找啊！你在这边打我老公。陈敬明是我老公啊，怎么会是你老公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也是莫名其妙哎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告诉你，这一年多一两年都是我在陪他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不觉得他一天到晚都不回家吗？他哪有不回家？我告诉你，他到我那边，一天到晚都跟我哭诉说他有一个多糟糕的老婆，一天到晚。你胡说，怎么可能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你这狐狸精一定是你要昧他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你要昧他的话，他不会对我这样子，你不会对我放在家里不管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就是。我告诉你，他还跟我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干嘛？你是神经病！我告诉你，他说他回来啊。你是狐狸精啊！你是第三者哎！要不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对他的话，他会这样子。你要干什么？哈！你为什么？啊、你为什么要抢我老公？你干嘛？快呀、啊！你为什么？啊！不要打了！为什么？不要打了！来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。所以说，你是说陈敬明他出海的时候，你跟他在一起两年了。好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柳小姐，跟这边先处理一下哈。你说在一起两年了。那他出门前的时候，出海前有跟你讲什么吗？他说他这次回来，他要把他休掉，他要让我做陈太太。不可能！我每天等，我每天等，结果嘞，就是因为你呀、啊！不要放尊重一点，我叫你不要再打他了。哦，我对你不客气了，我告诉你。怎么样啊？他是我老公，怎么样？不要再碰他，我告诉你啊！走开呀、啊！别人你是别人的狐狸精，你不要这样子碰他，他是我老公。我告诉你，他不是陈继明。他也不可能是害死你老公的，就是因为他、啊。为什么？你有什么证据是因为他是害死你老公的？搞清楚，我告诉你，他明明就是我老公。来、啊，林小姐，那最后呢？陈继明有没有给你什么出门前的承诺吗？还是什么？有啊，他对。除了说要休掉他，跟他离婚，娶你再来呢，还有没有？他就这样一去不回来啊！我现在连一个尸体都找不到。他出逃跑船的时候还要经过我同意，可不可以去？怎么可能会告诉你说他？就是因为你这么二七呀、啊！我二七，我哪里来的二七？又不是家里有我一个人扛，上班在餐厅上班赚钱养家，拜托，他没办法放下身段应征工作，所以要将近两年的时间。好，小孩子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是没有爱我的，不可能，怎么不可能？他为家里，他做什么事情要误过我？好不好？你是谁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到底是谁啊？他爱我，他爱我、啊，我爱你，他爱我、啊，爱你的钱啊！啊！我告诉你，他爱你美色吗？哈、啊？怎样比你美啊？我有是年轻啊！年轻，年轻人当饭吃吗？你就是难道、啊、你能陪他几年啊你？我能陪他几年？你们搞错啊！像你这种狐狸精啊，我老公可能看一看，甩一甩就走人了，还能陪他几年啊？告诉你，我要身材是身材，要脸蛋有脸蛋，要年轻要狐狸精，你什么啊你？赶快把他夹死！赶快把他夹死！走开啊！我的家庭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他爱我啦！啊，你嘞？把证据还给我！你快尊重一点哦！他是我老公哦！把证据还给我！啊！你再推他，我每天客气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每天期待哦，我每天期待回来哦，结果再吵他，就是他。
你要替伊行轿？我是要替伊行啥？行轿是阿英生啊！我让大家看你表现，你们就知道，知影你低哥啊你，还搁欠人个钱？我是看今仔日好好用来去单位啊，要来提，啊，结果你去做哩？小妖白乱讲，什么你咪？张才伟，我张崇伟。你到底有叫陈什么名？陈什么名？陈敬明。你讲叫叫陈敬明，我不能陈敬明。你到底有骗人钱吗？胡说！我陈敬明。啊你胡说！我你等等，你听。把这个放开！我来，我来找，我不会跟你计较。我是你老公，我是你老公，我你来领啊！你欠你钱。还什么？神经病！我告诉你啊，就是怎样？我告诉你啊，做大事的时候爱凭良心，骗人的钱就是爱行。你到底有欠我好意来这单位啊？你到底有管账无？等你钱是张三个，啊，是我。你们张三位？你今嘛你？今嘛是咩？对，你今嘛办？啊，你讲伊是咪张三位？伊就讲，啊，大家拢讲伊张三位，啊，伊执行啊，搁要搬落，要搁搬啥？来等啦！好，回家了啦！你这款的，咱当别讲。我无欠你钱，我嘛我也没有害死你老公。唔，我够贱了，够贱了，无啥意思。我你还给我，你乱乱不要乱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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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多爱心，多啊！你哭啊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害死你男朋友，你们不要脸啊！好，然后放个话，哎呀，好好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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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个话，你退营好不？我是来退营，你们退营不？来退营，神经病哦你！啊，你们退营不？我不是在意啊，拜托。啊，你上简单嘛。我自己来处理嘛！不要再吵，我们回头来谈。我们自己来谈。什么意思？拖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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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拖，大事拖拖拖，咱再讲。咱我咱两个当真来讲。我马文俊如，我在马文俊如，好不？张成伟，啊，你对你一直说你不是张成伟，可是你现在看到每一位都认定你是张成伟。只有你说你不是，只有你一个人说不是，其他人全部都说你是张成伟。告诉我们如何解决问题？又是高利贷的。这一边人家那个女朋友出现说你哥是害死人家男朋友的，这一边对，你现在怎么办呢？谁能够证明你不是张成伟？事到如今，可以证明你不是。事到如今，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证明我不是张成伟，那就是张成伟，请张成伟说我不是张成伟。咖喱哦，所以看到听不懂白话，那有这种事情？你们听不懂吗？你骗故意你啊！这是骗鬼呢！真正是骗鬼！哇，连人个审判长嘛，连这导演都讲你是，你是要请？我还听不懂，要请张成伟，请陈敬明，请张成伟证明。张成伟证明我不是张成伟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讲呢？你们听我说，张成伟曾经有托梦，说他在阴间，他已经过世。他说他在阴间，因为他的身体跟他的灵魂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他也很错乱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投胎，他没有办法投胎，所以他就很苦恼，他也希望把这件事澄清一下。所以说，我现在唯一办法，能不能请制作单位给我一个神桌，我来寡杯，请他告诉，请来告诉大家，告诉大家，张成伟已经死了，我是陈敬明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嘛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假？那你这样子想要你小三呢？你也拜托了，你谈好多我。所以神桌就是寡杯，对。看说你问的话看哦，是来证明我是陈敬明郭老师。嗯，那如果这样寡杯又那种寡杯，认识这个有盲点在里面的，就是说他现在在魂有没有在现场？对呀、啊，没有在现场，你只是对一个纸牌在寡杯而已啊，是，对不对？就没有办法证明说他是张成伟，没有，我相信张成伟的魂有没有到现场？啊，不知道啊，那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，所以郭老师，如果张成伟的魂在现场，你看得到吗？我看不到啊。感觉得出来吗？只能感靠感应啊。把那个摆出来以后，你再帮我们感应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摆出来的制作单位。张成伟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张成伟，故请求制作单位协助，现场摆起简易的灵堂，请来张成伟的鬼魂证明自己才是陈敬明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神位也已经出现了哦。那你告诉我们，来，你想问什么？我想问张成伟，张成伟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今天在这边
我已经被人家误会这么多，我希望你赶快出来帮我澄清。我就是陈敬明，你是张成威，你已经过往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在生前，我们是这么无所不谈的朋友。我舅舅，你这一次一定要帮我。如果你能帮我，你能证明我是陈敬明，而你是张成威已经过往了，那你就给我一个醒杯，好，拜托你。真相啊，你看，不公开不？卖个假的啦！喊你三天三个月就好啊啦！无假的，刚他都是无杯的吼，两个拢赶快，都没有人头的，两个都是没有人头的吼，都十元的。张成卫，我的好朋友，我刚刚也许是你还没有，你灵还没有过来，我希望你赶快过来，我在这边，我是陈敬明，我是在这边，好不好？希望我再补一次，你希望你给我醒杯，证明我是陈敬明，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别再搬啦！你看，大家拢嘛看会出来，搁你搬，还是一样无杯吼，都无好就好啊！已经两次了，张成卫，拜托求求你好不好？你再不出来，我真的被你害死了啊！好不好？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看在我们生前，我也帮助你很多的份上，好不好？那骗人的啊！你在骗人啊，你还不扯嘞？哪有可能？张成卫，你骗人啊！这样子，这个还给我个醒杯吗？如果你证明我是陈敬明的话，麻烦你赶快出现。拜托你们不要吵，好不好？好，先不要吵一下，让他来。我们还是要看，对。你看，还不是够敢管？对啊，骗人的嘛，干嘛这样子？你不要再为了这样子。我管你啊，不安你啦，吼！回家看你搞我出来，你搞我出来，但是你不敢管嘛。回家就你不要再搞我出来，但是你不敢管了。我的名堂出来了，做老婆你干嘛说？你回家了，我们回家了，我们回家，不要再因为这样子。为什么？这个男人搞出来了，他来这边就不要跑，走，我爸爸都怪让你搞走。我等你赶走，你这样子被走到倒下去啦！啊，你给我走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子走到倒下去，哎，快走！我告诉你，哎，这件大事要拆，不认识你，老婆，不认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认识你，我在下面，好恐怖、哦，你是谁啊？我好恐怖、哦，你到底是哪只鬼啊？你说你爱我吗？我现在回来找你，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回来找你，你走开，你不要靠近我，你不要靠近我，你到底是谁？我不认识你，我是你老公张成卫，不认识你，张成卫，我老公在那里，你们是谁？我不认识你，老公，是谁？我是你老婆、啊。你是人还是鬼啊你？我是。大哥，你来看看，帮我摸看，看我老公是不是？怎么了？他是我老公啊。我不是你老公。大哥。你哪来家？跟你什么人？我欠你啊！我才讲你卖来这趟，差不多两百万。我跟你借钱，我讲我这段出去，这摆是你安怎啦？回来行一段，回来甲行李钱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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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哪会走来这？嗯，啊，这摆是我来这要讨钱的，啊，伊是伊咧，啊，伊是安那？你们，拜啦，拜托你啦，我慢慢啊讲啦，这钱。钱的代志，我讲你，我讲你，你干嘛？我讲你，钱的代志，慢慢讲，大家慢慢讲吼。这摆什么关系？我这是什么关系啦？恁是恁搬什么啦？是真的假的啦？什么？是人还是鬼？我讲你啊，是真的假的？现在来，啊，恁大家是安怎？安那拢唔当啊？我来啊，老婆，你不是说你爱我吗？我现在回来了，你为什么不来我房间干代志？我现在回来，你为什么不来？老婆，我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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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
过。摸看看。会啦，我好忍。你还生过呀？我好忍。不认识你。你不是说你爱我吗？我都很想着你。你不是爱我吗？我不认识。我现在回来了。不要过来。我现在回来了。关哥。好，啊，这个人你们来行路，无来讲话。啊，是所以，所以人啊，让你记啊。你无看麦啊，伊是人。对啊，你讲正经事。小小啊，有心跳啊，对啊，正常啊，有心跳哎、欸。哇哈！哇哈！哇哈！我是人，被我吓到了哈！我是人呐、啊，神经病啊！你人哦，吓死人了！等下要惊死人嘞！啊，多一块猪血在里。张成伟，张成伟，陈莫名其妙，我老公在这里。老公你在讲什么啊？老公，老公，你没有死？老公，我啊，我是你老婆啊！我不认识你，苏建呢？苏建。熟悉他，不认识你老婆，我老婆是他，是你，喂，阿金，你小小在干嘛？哎，打几遍了，处理啊，是我，我是淑娟啊，我不认识你，淑娟啊，你不是我老婆，怎么可能？我的老婆们这么漂亮，你不是我老婆，淑娟，你是谁？你不是老婆，你明明就是我老婆，为什么一定要过去告诉我？你很计较，我很计较，真的吗？好了，我是你们，你叫我的老公，来来来，来，我们先了解一下，你是张成伟。你是人就不用再装鬼了，好不好？你是张成伟，你干嘛刚刚吓我们，故意用装鬼的样子？不是，我老公在这。因为我看你们大家都在以为我死掉了，我刚从海上回来。你跑船跑晕了，不是已经？你是陈信明啊？什么叫从海上回来？你从头到尾不是说大家都认定你已经死掉了吗？来来，我们过，这个稍微过来这一下。啊，你定期呼救起来。啊，你刚咱两个拄到船的时阵，你要甲我救的时阵，我已经跌落去，袂有啊。啊，袂回，我都得互船留去啊，菲律宾啊，去互菲律宾人甲救起来啊。哦，台湾以为你是，所以你是无你救起来就对了。对对对对。但台湾大家拢认定家属，拢认定你过身啊。是。其实你无死。对。不过你无死，你的肉体甲你的命，你是陈敬明，陈敬明啊。啊，你是张成伟。不是，张成伟。啊，我是不是陈敬明？说什么啊？对啦，不是你是不是跑船跑晕了？他都讲他是，不是，他都讲他是张成伟了。他跑船跑晕了，你是不是跑船跑久了？他都讲他是张成伟的，丧失记忆了。来，等一下，好，好，等一下，来，等一下，放手啦。来，郭老师，怎么办？现在是怎么会这样子？我觉得这个哈，就是说他们的身体还是存在的，可是呢，他灵魂好像是对调了。这个张成伟的灵魂呢，跑到这个陈敬明的身体；陈敬明的灵魂呢，跑到张成伟的身体里面，就互相对调。可怎么会这样对调？为什么会？一般就是说，人死了之后才会借尸还魂呢、啊。但是他们都没有死。这个在密宗里面有一种法术叫夺舍，就是说活佛他要转世的时候，他会找到一个这个孩童的身体呢来转世。这情形是非常少。因为一般那就有修持的人才有办法做得到，像他们这一般的凡人是，可能是阴错阳差之下哦，然后才互相灵魂对调。你们有做过什么事吗？我们那天是很无聊，他说我就跟他建，他就建议我说哪一天？就是遇难的那一天呐、啊，当天呐、啊，他就说要好玩那个碟仙呐、啊，玩碟仙，对，他就希望我把我们的，因为他一直什么怎么可能？因为。他对他的生活不满，我对我的生活不满，所以我们两个互相要调换，开玩笑的这样讲。没有想到这那一天真的是请碟仙帮你这个忙，互相对调就对了。是，我们本来是一个开玩笑的，想不到，没想到成真了。是，好弄嘛力啦，公上面被上面碟仙啦，还要你哦，公上面哦，拎宝啦吼，上面吼擦白啦吼，啊拜啦，啊带袂出门啦吼。啊吼，啊定如果不爱走船啊吼，都要安定落来啦吼，啊就叫咱要算起碟仙，要换，啥物要换身躯啦，换某啦吼，安怎？哦，老马，你哥这些喜欢啥物？啥物鬼主意啊？哦，答应我。
哦，迄嘛是你，就是因为咱两个拢有欠，你嫌你的生活歹，我嫌我的生活歹，所以咱两个想要改变，改变。那是你讲的，那是你先讲的哦，那是你先讲的哦。讲的无唔对，啊，你嘛你嘛爱同意啊，你同意唔到我同意。啊，那嘛你提那鬼主意。啊，一个姊妹两个人是要摆单。啊，不你也无想出来，你也无想出来，我会加。我那知提讲白单，要跟人开玩笑，真正让人摆零，对不对？遇到传染，咱两个换。你若卖迄个想法。你也别先提一个底线想法，咱拢无，咱只样解代，将来就袂发生啊啦。我是为着你讲，我是为着你想，你讲你想要，你无啥啦，嫌你我嘛啦，嫌我冒水哦，嫌我冒水，无人照顾，惊。啊，你冒水话歹哦。我都无想，我欠交涉，我想我唔爱，我啊对啊，佮爱跋筊啦。啊系我即马，对啊，你话即马这主拢找我家来啊啦。啊，看要安怎？啊，你第二步你也唔解决啦。我即马找我呢。啊，你帮你。你有钱啊？你怎么我有钱啊？你用我的钱解决了好吗？钱是我的，那钱是我的。啊，你怎么？你讲，你怎么讲？那缴是，那缴是你拨的，啊，你欠的。好，啊，你怎么？啊，我某给你困，啊，我刚好利用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事，你某我不该困，哈，歹势，我某在家，哈，你某我不该等。哎，我某，哎，你某在家，哈，蛮好不当兄弟，好，快，我不兄弟，我不兄弟。翻本没？我那在路破路死。张成伟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有去跋筊无？你不是到底是欠人偌济缴税？你甲我回答，你甲我讲啊！有啊，我就去跋筊，我就欠人100万，你进前还400万，进存200万啦。你们是发什么疯啊？啊！伊阮某咧问话，我就回答正常的啊。啊！伊阮某啊，我甲伊对话啊。我白讲，阮翁伫遮呢，我唔是你某呢。啊！伊都唔办嘛，伊样，他会答你的问题吗？你在问我回答，按照证明我是你。好，来，你问伊，来你问伊。我实在，老公，我不好吗？啊？我不认识你啊。你不认识我？这五个月到底跑去哪里了？啊，我就是跑船啊，反正跑船回来以后，安娜回来以后，我来找你啊，我想跟你在一起啊，你又不要我，还说我什么赶出去，还又不承认我，还说我什么我强暴你，我就是明明是你，我是你老公，你又不承认。那你这两年为什么还有外遇的对象？啊，我不够好吗？还不是都是你说啊，还不是都是你。反正哈，反正也不给我温暖了，也不给我爱了，要把我赶出去。然后我知道在外面寻求第二春啊，不然怎么办呢？我又不是我愿意的，可是我现在后悔啦，我还是想回来找你啊，姑娘。你问问题都这边在说话，好怪哦。所以说我最后问你是谁？张成伟。你是张成伟？是。那他是谁？陈继明。陈继明啊。所以他是外形是陈继明，可是内心是张成伟。请问你是谁？我是陈继明啊。这位请问他是谁？张成伟。是真的有点离奇了，还是他们两个真的很会演，我们也不晓得，就想换。我们一件一件事处理哦。来，这位等等，来，我要拜托你来跪来这。好了，你徛后边，你那挺挺。我这种我可不傻傻。我所以讲，我你来嘛，你起码。但是啊，你什么款经营啊？你头早是要找伊来讨钱，但是这个。对啊，就不爱啊。对啊，啊人伊起码讲我欠你200万，起码人讲伊欠你啊，伊欠你200万。就是安尼无傻傻，我欠。你我想你问，伊有欠你200万无？无啊。你在起码边哦？一半欠我200万。伊讲伊无啊，啊这个讲有啊。我人读下会计，我这样嘛，我讲你啊。我连工，这个我连工在找，卖安尼。我到底是真的啊假啊？那个零那个拨我出来。连工在处理了。啊，我想讲哦，零。不，你多少五号？现在小等一下，小。我不爱等啦，我要来走啊！讲真的，你敢来记你？我无骗你。啊，你税干了，你这款人啊，啊这款的啦。啊，不跟你讲，拍谢。没。拍谢啦，拍谢。哎，大家呀，拍谢。拜谢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冇紧啦，你走嘛，免快点快。系啊，免放面皮，冇紧嘿。
我个报名片给你，我头壳歹去，你要甲我借钱再甲我讲，好。王哥太受不了。呆掉。来，妹妹，林小姐，你有你呢？你现在最可怜就是你，你有什么需求？他们这样子，我搞得好乱哦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希望怎样？不然，算了吧。啊？我可以装修一点，没有关系啊。怎样？什么将就点？可以，我们三个人一起生活。怎么？讲什么啊？反正我搞错了，我很漂亮哎，我比你们两个老婆都还要好很多哎。哎，狐狸精，这两个都不要。哎，你叫狐狸精，你看不觉得很好吗？你要干嘛？你搞错了，你要哭神经病啊！你给我走！哎，女人，什么女人啊？狐狸精啊！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怎样啊你？啊，搞别人的老公都要。对啊，你不搞错、啊？可是你没有听到吗？他要我啊！你赶快走啊！你赶快走啊！你很漂亮吗？赶快走啊！好，那个淑娟，你今天委托我们，你最后你希望怎么样？你希望怎样？让我老公回来啊！就这个老公回来？对啊。你呢？我也希望我的老公回来。都希望老公回来，老公到底回得来回不来呢？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建议书好不好？来，如中，我还是给今天这一集以下的建议是。世间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就在你身边，但是你不知道我爱你。从这一集我们可以看出来，爱真的是靠言语或是证据来证明吗？我想爱是一种感觉。今天两对夫妻这么亲密的枕边伴侣，却感觉不到对方那个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会不会这一对夫妻根本彼此不了解呢？再来，一个人死了，所有的问题通通都浮上台面，包括出轨，包括债务等等。所以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，千万不能选择逃避，即使死也解决不了问题，因为总会有曝光或俩爆的一天。这一集我想，世间当中到底有没有神鬼，有没有所谓的借尸还魂，真的不是我们陪审团所能认定或关心的。但正如故事所说，忽然碰到狂风暴雨就发生了船难，等于符合了一句话，叫做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所以人类真正能够掌握的只剩下当下了。好，这四位怎么抉择呢？如何抉择呢？四位有没有想法？你有没有想法？你也不知道。小娟有没有啊？也不知道。好，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更需要抉择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进行最后的抉择，来，最后的抉择，来，倒数十秒钟。好，现在这四位，你们现在站的你的旁边的女生，你们这样一组一组愿意这样子继续结合下去生活下去吗？如果愿意的话请面对面，不愿意的话可以研究来请抉择。陈伟静明将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呢？分手擂台，愿意这样子继续结合下去生活下去吗？如果愿意的话请面对面，不愿意的话可以研究来请抉择。什么商量一下抉择。你要跟他商量，我们两个商量看看好吧？因为还好你们有商量，要不我们真的不知道你们到底要变什么样的抉择。好不好？来商量一下。你敢讲好啊？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要告诉我们两个，等一下你们说我们在传五个月下来，我们两个相爱，你们两个走了，好，不能这样子抉择哦。怎么抉择？怎么选择？谁要说话？你说，来，请说。我们还是决定了，
我们要再去跑船一次。啊？然后在车上，然后在船上再玩一次碟仙。什么？干嘛？然后疯了，再把我们身份变回来。但是如果我们幸运安全回来的话，我们会找我们各自的老婆。可是万一不幸的话，我们没有再回来，我们没有回来的话，那我们就只好我们各老婆各自找她的幸福吧。我们走吧，兄弟。哎，你在想什么？你要想去找船了，是吧？你要找错了，不要再去了，不要再去找船了。你们两个真的不可以这样了，你们。看到最后好像觉得是个游戏一样哈，游戏人间，两个大男人有老婆有小孩的，为了跑船其实还是有那么多的乐趣存在，玩碟仙还可以变化角色，万一这个角色确认的话，真的很不公平啊，对他们老婆来讲。我基本上不相信这两个男人所说的话，我总觉得他们背后有一些企图跟目的是我们抓不到的，也许是换妻俱乐部，也许是讨债，也许是把出轨这件事情给解决掉，甚至有可能最后是断背山。我现在看不出来，我总要提醒这两个家庭要小心。对，而且我发觉他们这一走了之，走了以后，真的你刚刚那个债务也不用人家还，那个女朋友就这样不见了，完老婆的好坏已经被说出来了，甚至还可以切换老婆不同哦，所以隐藏了很多的诱惑跟危机跟欲求。不管这件事情就是灵魂对调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，他们原本的婚姻生活各自都出了问题，都是貌合神离的，而且都是感情疏远的，都是心灵上没有办法沟通的，只是说借由这个事情把所有的婚姻问题都爆发出来，是不管他今天有没有机会再回来，他们都是要重新面对他们的婚姻生活，他们的感情都各自都有问题，还是要相对的再去重新面对一次。我们常讲一定要安心做前提，才能够让欲求能够得到一个满意哦。那今天我们谢谢三位，也谢谢收看我们分手擂台，谢谢如松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